大家好，我是 Jam 邓紫棋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下一首歌呢，就是来自我的新专辑 Expose 里面的一首新歌，叫做 Old Boy。 这首歌呢，其实想要讲的呢，就是以前你在童话故事里面会看到王子都是保护公主的嘛，可是呢，现实里呢好像反过来了，好像王子都是欺负公主的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情景呢，就会大叫一声 Oh boy, oh my god, 我的天哪，那个有无奈的一个感受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男生们就可以去好好的去计划一下你们要怎么样对待你们的另一半，然后女生们呢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不要再为这些男生哭啦。穿的没接我电话，原来加班到深夜，那么可怜，要不要我疼一下？别别，这种欧洲的谎话，难道你以为我是三岁娃娃？旁边看不过眼的 Peter， 他告诉我你其实约了 Angela。爸爸，求我听你的片尾话，口水都。